天禄州，伊也是来路。从陆先生到参天禄州，袁秀明立刻是变路，伊讲过，并或者是英雄，哪里可记得？有那是战水，一旦变路，我已杀你。变，提起之情变色，得还之心变形。请问因袁秀明，今了就此昏迷了吗？风月之人，无奈，你也是来救风魂子的吗？风魂子你救不了，原来从始至今，你并非真心。唯有开启天网之法，可换他性命。你尽管最棒，风魂子愿救定了。今日学会见识风月族人的超越七仙境。想做任何动作之前，先问过本皇子。你在西蒙三角洲之外，还有七仙天的福寿。你借一天动脉，新疆金火全部在你意料之中。天败我不败，金亮，金火还有几座正面对决，绝无回头。一是金火牺牲，或者黄昏子获救。绝情，人情反复是夫人。小水仙为黄昏子对上风月之人。这段错综复杂的人情又会如何应变？棺木，陈文金、关秀碧、金雕棺木，如今将会暗箭以对吗？震撼，江秀贤家策划，正义闭关，谁能挽救？破案阴谋，谁能破解？正邪到底，明暗斗力，南玉篇即将进入最后步骤。有滴连串精彩结果，请继续收看我们的报道剧《霹雳惊天录》上发第十九章《海天金骨》。《霹雳惊天录》。